有许多原因，可能是他们已经没有余力阻拦。 或者需要获取想要的东西。我们已经走进了他的怀抱。 记住，所有的道路都在你的心中。真是的，眼看再进来一步就行了。竟敢妨碍我们二人相处，真没用！ 之前你大胆阻碍蜘蛛网的事情，这回竟惹到我头上来了。是，我本打算利用主君的痕迹，抓住对方这新的主君，谁知被你给搅和了。或许这一回，你就又多了一个可以杀的机会。这还用问？ 是追随伟大的黑魔法师过来的，不然……救命！请帮帮我！我只是稍微打压了一下你的斗志，可没能带着降低你的智商。可真是愚昧，总是渴望些得不到的东西，却又不愿意为了实现心愿而努力，竟盼着有人把自己想要的东西送上门来，因为总会有人来搭救自己。你说，我真的是平白无故的在梦仙岛世界里消失了？陷入更深的沼泽。 永远盘绕，这就是你命运的对抗。所以，就乖乖接受你的命运吧。无意义的挣扎对你来说，只会让你更……所愿了。你说，我真的是平白无故的在冒险岛世界里消失。果然和其他无聊的人类不一样。下面来点更刺激的吧。凭你的实力，即使现在稍有觉醒，也绝不可能赢得过主君的意志。本来希望你能老老实实听话，可惜你偏要找死，简直是自寻死路。 这一步，竟落得这样一副凄惨的躯壳。